能从他们身上学到谈恋爱的什么技巧？谦虚了，孩子。哎呀，不，他们得跟你学。结过梁子，就是李文翰，就是李文翰。为什么沙溢还在吃李文翰的醋？竟是一颗葡萄引发的血案。两人今日在《喜欢你，我也是》节目中再相遇，沙溢老师依然咽不下这口气。我给带走了一上午。哎，我这边正给在这儿弄呢，哎，那边李文翰还给我媳妇喂一葡萄，塞嘴里了。哇！我还想给你打这个呢。你干啥呢你啊？那就是因为没想，也没多想。你没多想，那你事后你我能不多想吗？